在 PE 开机的状态下，首先确认手机的蓝牙已经打开。打开百诺 App， 进入 PE 操作界面，点击蓝牙连接，系统会提示您所需要连接的设备名，点击设置。选择云台有两种校准方式可供选择，选择漂移校准方式时 PE 务必折叠锁定，静止平放水平桌面上，直至校准成功。使用水平校准时， PE 务必通过三脚架或其他方式静止平放水平桌面上，直至校准成功。